啊，你车子呢？啊，不管了啊。哈哈，我还在欣赏十自二己的点，东西，越看越喜欢。春联。我没写过，所以觉得很有意思。猎人哈，又担心你怎么写的？一按一下，下来进来一个背，然后这样过来往旁边来，以我中间来往旁边出去，以我担心你担，一二三 F 了，担心。两点，但西明下来上去往旁边带，这样可以啊。但西明哈，再来，采得金串你要金怎么底，串金牙串金底，金牙采忘得。记了，忘记死了。听我跟他讲，就是我忘记死了，我要记死都要记得要出门，下次要用闹钟。就是没记死。采得金牙，金要安下用比较来规矩。金牙哈，其实年轻人还真要有这种选择。对，金牙串没有规串矩安就下，可以。心乱，好，再来一个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名一字个小再一爆个炸，什么？28，一堆火，那一个脏你器手，哇，怎么这么复杂？还没结婚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小孩子不愿意这再么一个干，火，他们不想结婚，这个好。串金底，现在有女朋友来就，老师就不要太凶，要不然，啊？什么叫不要太凶？对啊，要不然人家女朋友很快不肯来。对呀，就怕这样啊，就为了大局着想，所以很委屈，你知道吧？树枝不要看开。也是飘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会，他要讲还是要讲。对，我说我，用一个人做哪个做哪。我要讲阮囝哦，阮囝。儿子，没办法，现在女朋友对对对，说啊，所以这段如果没有紧贴起来会，对，老师要 silent，数词要对不对？默。数词血色飘墨香，数词血色，所以有时候要忍耐，血色。老师，你情绪要好一点，写起来字比较漂亮。飘墨香还好啦，我比较没有写差字别。来讲，它不差，因为已经练到这样，多少炉火纯青。墨，也不是炉火纯青，至少这个部分没有比较不会影响。飘墨香，好，合适。诛仙穷磊江，何事？何？来看一下，何？按一下，何？按的何啊？哈，何？下一个要等到1点多啊！你干脆在附近吃点东西吧。对，牛肉面好吃哦。而且我们这里牛肉很便宜哦。那边有一间，就是站台那边有一间那个什么三。北京啊，对，北京馅饼那个也便宜。哦，我说我们的牛肉面小碗的110啊，老叔。这边无当锤了，对啊，110那的两百多涨块，不到了，好吃啊，那家不错天生跳表都85对啊，简直是大赠穷蕊香，穷对不对？蕊，安尼两个心，下面两个心，穷蕊江，安一下，哎，这样过来。雄伟江，安尼过来一对啊，个他开水了很字久。部，琼浆玉江，液的浆。雄伟江，好，一饮一婚妹，一饮，底怎么写呢？水部加一个条，底，然后婚怎么写呢？婚安一下，好，上来往这边带。离婚灭，灭呢？灭是一个免字旁，在一个床，一个位，就是灭。灭。离婚灭，好。再来呢？晴来朗爽满天地，晴来啊晴。来。
青睐哈，青睐郎爽，郎按一下。爽，爽可以写成这样，这样再过来，郎爽，满天地，满天地啊，满，满天地啊，再来呢？再引牵我神，好，再这样窄一点，再引牵我神，牵我神，到时候这个神就是这样写啦，牵我神啊，啊，牵我神。再懂了，多给一个字，再呼噜被洒清水，呼呼按一下，下来对不对？呼按了，好、嗯哦，呼呼噜被洒清水，呼噜噜按一下哦，噜啊，清雨清。清雨，洒清晨，洒，洒，洒了一下哦，看来，这样对不对？按了一下，这样对不对？洒，洒清晨，按一二三，按住啊，然后再晨，哎，上去，一二三。洒清晨啊，春雨洒清晨。山影变直变得大，山影羽化成仙，变得大。三点变得大啊！再来是何须苦心破烦恼？哇，你这么多点，不是老师的，老师的，我想要把它分类。你有挑到他帮老师整理耶，他帮他整理，哎，什么羊的、牛的，然后狼的。哦，你很厉害，你家一定很干净。对，我们家都没东西。啊，真的吗？被我清光了。哦，太好了。这个也有学问呢，要清这种，这是什么离呀？断舍离。断舍离不容易哦。嗯。我都不舍得丢东西，买物。我也是，我从大学到现在。衣服都还在，是啊，对，破烦恼，此物清高似墨汁，是墨汁啊！世人饮酒多自欺，哎，真的没错嘞。他很厉害嘞，他很能懂世人。谁很懂？这个皎然，皎然，嗯，是听说他是个高官哦，世人。嗯，老师不要看不起人家哦。世人饮酒多自欺，世人是。我刚才写到是人，是写到是。是人。嗯。是人。一张写的我。不管。饮酒。饮酒。
自欺。为什么饮酒都自欺？因为醉酒，假装醉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、自欺，借酒装疯，这个。嗯，应该剩下没几个字吧？嗯，那我把地方码起来。嗯，对，把它写小字，写小。愁看碧酒，梦见月。还有一半以上。好，哎，剩下一行而已。嗯嗯。愁看碧酒。建业，翁，翁运翁，出嘴，好，拜拜，翁，哇，翁建业，翁建业啊，好，可以再写笑向桃前底下时。笑向桃关，桃前篱下时，快到了。老师，你的电话有没有充电？啊，正在录音，哦，充电器。你要充电吗？对啊，你有吗？你有带吗？我已经完全。你哦。红色。我昨天晚上忘了充电，你这里没有，我想我差了一分钟。你是苹果。苹果。哦，你不是苹果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儿子有，我跟刚才。我不要了，没关系，那我回家好了。好。谢谢。王真人会帮我弄那个佛像吗？一定要。这个佛是有没有口部？有没有口部吹火？为什么呢？因为、嗯、因为很像火龙的火，那个那个、但是那个吹火。圣严法师他做梦的时候的一个那个佛像。吹火之意。是哦。吹火之意不已、哦那个。吹火之意不已。金山的那个法鼓山，那个圣严意不已。黄哥，吹火的那个人是有个猴尾，去吹的。哦哦，吹火、哦嗯。对、啊，那他是他喝。火姐、哦。对对对。黄哥一曲。黄哥一曲惊人。法鼓山金山拿的，请回来的。真的啊，因为他就是那个，你是念，哦，你也是念心经，经阿弥陀经，三太好，都遇到同道哈、啊，对，熟知，同道了，特别开心。他那个当初他那很神圣的观世音菩萨，那个那时候我用，熟知，刚退出，然后刚好去的时候，对，茶道前耳真。东化信义那边有一个什么成品24小时那个，嗯，他叫我去法鼓山公会去拿、嗯，去请啊。哦，是啊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事就没有去。哎呀，然后来过节。钱尔真，唯有丹青得如此。对，然后说，我们现在已经100万。哦，真的？哎、啊，你那时候多少？5万。啊，真的、啊？然后他就，对，但没关系啊，不管多少钱都是做功德。是后来我没有拿，我没有去请示，因为他太庄严。你去看那个就是圣严法师那个样子。好。那你当初那个就是可以拿到他的原版的那个，就是当初的那个，我忘了。真的、啊是不是有妈妈？哎呀，怎么没有拿到？不是你太庄严了，我不会在家里，就是很不行，真的那个就是那个很舒适的一个。对对对，对，不是随便买。
OK。就是他会帮你找地方。哦，完美。时间到了，他会告诉你。完美。好，有请。哦，你就是喜欢他刻这样的。嗯。所以有大小字在时吼，古早人不是拢有安尼大小字安尼长长短短。你手要盖吗？要哈。要，长长短短安尼，因为字太长了，这幅太长了。那是比较平衡哈，比较平衡感。好。哦。他儿子大了哈，儿子大了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你儿子啊？儿子来接你啊，好棒哦。不是啦，我买那个餐具，他说好了。好好好，然后说我可以去。什么叫餐具好了？是好的哈。是环保。